我就说人类距离理解陶喆还为时过早吧。芒果台晚会上，陶喆演唱就是爱你，一开始还一切正常，请到深处开始大搞抽象，给摄影师递麦。我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欢乐。摄像大哥，也没人告诉我还要兼职唱歌啊。对怪叫情有独钟。我跌倒了，我站起来了。和韩红一起即兴表演，前面萧敬腾大秀高音，给陶喆逼得只能发疯。网友辣评：陶喆被逼得当场下了一窝蛋。陶喆这一段放在哪个物种中都是相当炸裂的。现场的观众最后招了吗？终于知道为什么歌名叫无地自容了，是观众尴尬的无地自容。歌手舞台上为胡彦斌帮唱，真的想不到这是一个比赛节目上能出现的歌。R&B 界有自己的黄渤，我不允许有人没听过青岛话的。今天你要嫁给我。春暖花火开，带着冬天的感伤，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。感觉嫁过去马上就要放牛了，给刘翔写的桂冠英雄，前面好听的很安心，唱到最后又发生疯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找我吗？老公，我还想你哦。不仅舞台抽象，歌用人声演绎什么是抽象圣体。因为精通汉语、粤语、英语，去美国当过警察。我以前当过两年警察。在哪当？洛杉矶啊。怎么会当警察呢？我本身就是正义，对我来讲很重要。还有粉丝说他被派到黑帮当卧底，因为当地枪支管控自由，他害怕了才辞职去越行当了销售员。好一个有正义感但怕死，到底谁发明的陶喆？ R&B 抽象教父的名号是坐实了。